说你咋就不信呢？我说丢了就是丢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啊？啊，蒋欣的老年装，一个俏老太太。大娘啊，你说你一个月报了30多回警，现在呀，别人都认为我们所在你家设分局了呢。你说还哪有小偷敢上你们家来呀？真来贼了。大娘啊，一般的偷盗现场他不是这样，都是乱七八糟的。你想啊，哪个贼到这偷完东西还得帮你扫扫地叠叠被啊？我得回所里了啊。你走，走了我还打电话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这样吧，下午我要出去办案去，我让我们所新来那警员来实习的小张，下午让他过来陪你啊。他来吗？他来不来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啊，大娘新蒸的包子来可好吃了，我儿子呀、哎、一顿能吃8个呢。哎，那个我吃过饭了。不是你吃过，那他们不是还没吃过吗？走。哎呦我的妈、啊、他说不够乱，我得让他乱。一会儿小张来，我让他看一看，哎哎，让他看一看，我穿上看起来就像偷过的。哎呀，我搁这儿，哎，还是不够乱，我出去转一转。他演小偷吧。这屋里咋这么埋汰呢？我是处女座，就这种状态绝对影响我偷的心情。收拾收拾，收拾收拾，放到这儿，这就立正了。开偷，民警小张。哎呀，新来的。哎，这眼睛咋的了？这是胎记呀、啊！嘿、哎，丢了好找。是小张啊，哎，来，你给大娘评评理哈。嗯，你看大娘这，哎呀，谁给我收拾的？我给你收拾的呀。为啥呀？处女座呀。哎呀，你说你处女座，你也不能把我这偷盗现场给收拾了呀。人家还没偷呢，可是你没偷呢，你就摆个现场说你赖人偷，这不讹人呢吗？我怎么就讹人呢？要不说你这是新，你打哪儿进来的呀？我从窗户跳进来的。大娘，这可是楼房啊，你从窗户进来多危险呐！大姨，你家是一楼，这一楼还也是楼房，你后来呀。你走门啊。行，对，那个行，你坐哈。嗯，大娘给你去买点水，你等着啊。啊，不用等等，没事。你要去买，你就坐，那你就去吧。垃圾。哎呀。你干啥呢？啊！我就试一下，如果小偷偷这个电视，再从窗户走，大概用多长时间？等以后你报警的时候，我们能判断出犯罪人员的具体位置。哎呀，你说大娘
住一楼，直接从门走不就得了吗？怎么还能从窗户呢？哎呀，赶紧下来吧！哎呀，忘带钱了。啊，说的对呀，大方走门不就完了吗？还跳窗户干啥呀？没啥玩意儿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回来了。不是大爷，你干啥呢？又是？不是，我再试一下。如果小偷选择走窗户后悔了，想走门的话，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？这小偷也太二了吧！啊，你说这脚啊，都迈了窗户那边了，就为了再走门再迈回来。是啊，有点二。赶紧的，来坐下喝水啊！啊，好。来。哎呀，坐下，小张，来。嗯，坐，坐。那个，你家有啥值钱的没？有啊。啥呀？这镯子，你看。70多克呢！哎呀，我从来就没摘下来过。啊，你也不打算摘了是不？那当然了。那你要不打算摘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别走啊！你我先走吧。哎、你陪大姨。我让你自己让我走吧，你别让你让我待着待着了。是，哎呀，大姨这个。等会儿。你姓宋，你不是明星小张。嗯。那你是谁？我是便衣小偷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儿 啊！我是盼星星，我盼月亮，我终于等到你呀！不是，大娘你……哎呀，孩子，来，我吃香蕉，吃橘子，你喝水。哎、大娘，稳当当坐着啊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大娘，打个电话，坐着啊，吃。哎吃啊！喂，来了，谁呀？小偷，你不信，你等着。说句话，老田了，听见没？赶紧来呀！嘿，咦，大爷，大娘，给谁打电话呢？警察。你干啥？我要大娘，你别这么闹。我啥也没偷。我管你偷不偷。你干啥？当警察。完了，哎、我来了。小偷。嗯呐。你是搁哪抢个小老头回来？这是。是。大娘，你撒手！我知道是小偷，小偷交给我。警察，我专门是治小偷的。我呢？站住！小同志，我呀，我跟你说，英雄啊！我啥也没偷。来了，哎，来了！我啥也没偷。哎、对，你看呐，这孩子长得多像小偷啊！多钱雇的？我没花钱。你还少花钱了吗，大娘啊？你说你找演员，找个专业点的。你瞅这样式的，多大岁数？81的，81了还当演员呢？你咋不说实话呢？你看，啊，作案工具都搁这儿呢。这不是啥，这什么啥也不是，这是作案工具吗？警察同志，你呀，你看都有什么？来，洗洁精，小喷壶，抹布，口罩，这不是保洁吗？这不是。拉倒吧，我所里有事儿，我得回去了。他真的是小偷？是小偷吗？是小偷。这明显就不是小偷，是小偷，谁能说自己是小偷？不是，小王，你听我说呀，他是真的，你咋就不信呢？完了，我对我人生追逐的事业感到迷茫了。大姨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迷茫，我还迷茫呢。说你干的这事儿，你说让你妈知道，她得多闹心呢。我早都没妈了，我都没见着我妈长啥样。那
你也不能干这事儿啊。我不干了，大爷，我不干了，我兑现方式，我不干了。那你走吧。那我走。等等，又咋的了呀？你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，那我家得乱成啥样，他们才能相信我走到了？简单呢，开柜。等会儿，有指纹，我来。搬开，搬开，拿衣服，拿衣服，扔得漂亮，扔得漂亮。果盘下地，果盘下地，漂亮，漂亮。沙发往前挪，我挪不动，我帮你。来嘞，好嘞。大爷，也就这样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别报警啊！别。大娘，大娘，咱说好了，咱说好了的了，咱说好了不报警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这是啊。那不，你走，走你的，这事不赖你。你走了以后，大娘再报警。大娘，你这样我不走了。你告诉我答案，为什么那么期待人家来偷？为什么老报假警？为什么 ？Why？ 哎呀，我报假警啊，就是想把警察招来，陪我聊会儿天儿。我跟你说哈，大娘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日子过得老幸福了。我跟你大爷呀，那是有说不完的话。没过几年儿，你大爷生病走了，留下我跟孩子相依为命。好不容易把儿子抚养成人了，也结婚生子了。儿子说，我到国外打工，我挣好多钱，回来好好养你。这他们一走啊，我就发现心里头空落落的。我们老人要的不多，你偶尔打个电话跟我们报个平安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行了，收拾收拾走吧，来，走，走。这水壶留给你浇花吧。行，等等。哎呦，这鞋都烂了。你等会儿啊。来，我穿。你试试，哎，看合适不？哎，合适。合适，你等着。我这脚还能长的话，再长三年吧，能合适。大娘啊，给儿子织了个毛坎肩，一直都没机会给他。来，你穿上。哎，来，哎，合适。啊，当风衣正合适。风衣呀、啊，不有，不要不要风衣，风衣不，我没那意思，这大娘我没有说要风衣的意思。来，这大娘，哎，都穿上。哎呀，这样就不冷了，啊，不冷了，回去吧。那我走了，大娘。等等，干嘛？把钱拿上。我不拿钱了，大娘，我不拿了。这不是你偷的，不是从你家拿走带走什么，我都感觉像偷的。大娘，这是大娘给的，穷家富路，啊，谢谢大娘，走吧，哎，好好做人啊。嗯。你身体还好吗？好。